Shadow Fox。小美人鱼五，暴风雨。突然，天上出现了黑色的乌云，天上下起了暴雨，波涛汹涌，就像是高高的黑山。哦，真好玩！小美人鱼想，暴风雨来了。在海底王国，即使暴风雨来了，她和她的姐姐们也很安全。他们喜欢在汹涌的海水里玩，可是船员们很害怕，他们拉住绳子。王子的船开始摇动，船在暴风雨中摇晃，船摇晃得越来越厉害。所有船员们都到甲板上来，一个船员大喊，船要沉了。另一个船员大喊，小美人鱼不害怕，她在远处等着。在黑暗中，她看着船想，我真幸运，现在王子不能离开了，也许早上前我能再见他一面。小美人鱼并不知道船陷入了危险。暴风雨越来越厉害，巨大的波涛拍打着甲板，风吹着船帆，把船帆撕开了，然后主桅杆突然破裂，掉进了水里。船一倾斜，海水就灌进了甲板。放下救生艇！一个船员大喊，我们必须救乘客。可是已经太晚了，一道闪电击中船，一股狂风吹灭了所有的灯。突然，四周黑了下来。然后，又一道闪电击中，船起火了。船开始燃烧起来。在闪电下，小美人鱼看见人类在求生。哦，不！她担心地说：“可怜的人类。”一些人掉进了海里。另一些人从着火的甲板上往下跳，救命！救命！人们尖叫着掉进水里。小美人鱼看见那个戴着蓝色羽毛的女人抱着一个桌子腿，一个男人拼命向海边游去。救命！一个客人大喊：“我不想死！”另一个客人大喊。所有人都拼命让头浮在水面。小美人鱼拼命地找王子，终于她看见了王子。她在努力挣扎，可是她太累了，她开始往下沉。她要去访问海底王国，小美人鱼开心地说。可是她记起来人类不能在海底生活，人类和人鱼不一样，人类不能在水里呼吸。我的王子会死的，哦，我必须去救他。他担心地说。小美人鱼向破碎的船游过去，他拼命地游。最后，他发现了快沉下去的王子，他游到了王子身边。他看起来像一片从树上掉下来的叶子。小美人鱼抓住他，把他的头拖到了水上。加油，亲爱的王子，你安全了。他在他的耳边小声地说。然后他顺着波涛游到了海边。小美人鱼六，日出。日出时分，暴风雨停了，
小美人鱼拉着王子游向海边，然后她把王子放到了白色的沙滩上。你现在安全了，她跟王子说，可是王子没醒过来，听不见她说的话。小美人鱼看着四周，她在海滩上，旁边有一个小花园，花园里有白色长椅，周围环绕着柠檬和橙子树。他看见花园后有一个高大的房子，哇，好高的塔，好大的门啊，小美人鱼说。他扶着王子的头，手指拨开他湿湿的头发。你醒醒吧，王子，小美人鱼说。可是王子还是没醒过来。你睡觉的时候，阳光会温暖你的，他深情地说。小美人鱼看着他英俊的脸，亲了亲他的眼皮。他甚至比我花园里的那个雕像还要帅，他想。不过，我的王子是真实的。突然，小美人鱼听见一个声音，塔发出巨大的声音。小美人鱼抬头看，那是教堂的铃声吗？一群少女从大门里走出来，她们穿着简洁的白裙，头发用白色的蝴蝶结扎了起来。她们是谁？在这里做什么？小美人鱼很好奇。少女们围坐在长椅上，有说有笑。不能让人类看见我，小美人鱼害怕地说。请多保重，我的王子。小美人鱼离开了海滩，游向一块岩石。小美人鱼为了不让人类发现，躲在海水泡沫里。然后她看着海滩。看，一个少女对朋友们喊。虽然她穿着和别的少女一样的衣服，但她更漂亮。她有一双绿色的大眼睛，睫毛又长又黑。她跑向海滩，看着那个年轻人，王子还是一动不动。过来，我发现了一个人。少女碰了碰他的脸，确认他还活着。就在这时，他醒了，对着他笑。哦，梅丹，你发现了什么？一个少女咯咯笑着问。然后他们都跑向海滩，围在王子身边。当王子看见围着他的美丽少女们时，他笑得更开心了。可是他一直看着那个发现他的、被叫做梅丹的少女。谢谢你救了我，他说。他应该谢谢我，小美人鱼想。是我救了他的命，他却不知道。去教堂暖暖吧，梅丹说。他领着她走过去，别的少女跟在后面，走进了大门。他们从我身边带走了我的王子，小美人鱼在岩石后说。如果她会哭，泪水会一滴一滴地落进大海。可是人鱼不会哭，所以没有眼泪掉进汹涌的波涛里。我要回到海底王国的家里去，小美人鱼说。但是我会因为你回来的，我的王子。说完，她跳进了海里。小美人鱼七，远望。刚开始，小美人鱼决定把她对王子的爱保密。我不会告诉任何人，她想。如果我不提起他，也许我会忘记他。可是她没法想别的事情。最后，她告诉了大姐。我爱上了一个来自地上世界的人。哦，不！大姐大喊。
谁？他是王子，小美人鱼说。可是我不知道他的王国在哪儿，或者他住在哪儿。大姐把小美人鱼说的话告诉了其他人鱼。很快，一个人鱼就听说了这件事，来看爱上王子的小美人鱼。我知道他住在哪儿，他告诉公主。他的王宫在一座山上，就在海边山崖上。请带我去那里，小美人鱼求他。我们没有腿，不能走到他家门口，那个人鱼说。可是我们可以游到山崖边去，从那高高的岩石上我们能看见一个小阳台，王子有时候会站在那里。在那个人鱼的带领下，小美人鱼游到了山崖边，爬上了附近的岩石。从那里，他看见一座用金色岩石建成的王宫。一个楼梯从大海延伸到王宫门口。王宫一侧的确有一个阳台。哦，也许我能看见他。小美人鱼在一块岩石后远望着说。他一直看着王宫，带他来的人鱼就游走了。从那天起，小美人鱼就每天晚上到山崖边去。她坐在岩石上等着那个英俊的王子。有时候，她能看见王子一个人站在明亮的月光下。哦，王子，我好想跟你说话。小美人鱼说。可是我够不到你，所以我要给你唱歌。小美人鱼认为王子如果听到他的声音，就能认出他。在海底王国，每个人都说他的嗓子是所有人鱼中最甜美的。我住在大海里，你住在地上，我无法靠近。你英俊的脸在我心里，我的心在你手里，找我吧，王子，找我吧。可是，他在陆地上，他在海里。在星光下，海风带走了他的声音，太远了，无法被听到。所以，他只能远望着王子。有几个晚上，小美人鱼会游到港口，希望能见到他。可是大多时候，他只能看见渔民们拿着渔网，有说有笑。王子又聪明又年轻，一个渔民说。总有一天，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王。小美人鱼想起王子躺在沙滩时自己和王子在一起的时光。想想啊，是我救了王子的命，他颤抖着，充满了自豪和爱。小美人鱼想起他亲了王子，可是王子不知道真相。我希望有一天他能知道真相，他渴望着。小美人鱼八，渴望地上世界。每次到地上世界，小美人鱼都觉得不开心。王子的世界比我的要大得多，小美人鱼自言自语。人类能在陆地上走，能航海，他们的生活特别有意思，我的生活太无聊了。小美人鱼觉得自己更想生活在地上世界，而不是海底王国。一天又一天，她一个人坐在自己的花园里，姐姐们很担心，于是她们去找奶奶。奶奶，大姐说，请跟小美人鱼谈谈，弄清楚他为什么那么忧伤。于是智慧人鱼去看他的孙女，
把他抱在怀里。宝贝，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忧伤？奶奶，小美人鱼说，有永生不死的人吗？我告诉过你，智慧人鱼回答，人类比我们死得早，但是他们的灵魂会永生。我也想拥有灵魂，我想在地上世界生活。你的家在这里，智慧人鱼说，相信我，世界上没有地方比得上海底王国。我们在这里都很幸福，这里是我们的家。可是，我想拥有和我的王子一样的灵魂，那样，我们俩就能永远在一起了。小美人鱼坚持说。你不需要灵魂，智慧人鱼坚定说。作为一个人鱼，你会活很长时间。当你死的时候，你会变成美丽的大海泡沫。这样，你就能一直是大海的一部分，和我们的一部分。小美人鱼恳求说：“求您了，奶奶，告诉我，怎么才能得到灵魂？”智慧人鱼意识到他无法改变他孙女的想法。我听说人鱼一定要和一个人类结婚。他说，你的王子必须要爱上你，并且和你结婚，你才能变成拥有灵魂的人类。所以我要做的就是和王子结婚。小美人鱼充满希望地问。我不确定，智慧人鱼说，我告诉你的只是一个古老的传说，我没听说过有人鱼得到灵魂或想拥有灵魂。我们没有灵魂也生活得很幸福。可是小美人鱼听不进去奶奶的话，他已经在忙着思考和制定计划了。奶奶，为了在地上世界生活，我必须做什么？他问。不要再想了，智慧人鱼说。要想生活在那里，你得有腿和脚。他摸了摸孙女的头。因为你有美丽的尾巴，你不可能在陆地上生活。小美人鱼不开心地看着自己的尾巴，叹了口气。唉，我讨厌我的尾巴。智慧人鱼摇头说，你很漂亮，现在去玩吧，别想地上世界了。小美人鱼游走了，但是她没玩。她想，一定有办法的，一定有人能帮我。也许海巫婆能帮助我。